输了，但是比赛过程很精彩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也向我们的对手致敬，让我们热爱棒球越来越蓬勃发展，好不好？好。来看棒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除了精彩的球赛，男生们大声的回答我，对面有没有漂亮的女生啊？漂亮的女孩在哪里？给我点声音！男生跟我一起大声的唱这首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啊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先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啊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不要被阿福面子吓坏，其实阿福很可爱。有点应景哦，你们开心吗？